送餐外送员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，为了赚更多，有人开大绝。外送员被拍到在路边等红灯，但仔细看，他可是身兼多职，身上穿着 Lala Move 制服，背着 Uber Eats 外送箱，戴着 Foodpanda 的安全帽，后座则放着 Google X 快递箱，还有一家不用箱子的跑跑腿，一次五开跑单。甚至还有人爆料，这名外送员月入50万。很聪明，因为如果那个点都在附近，那可以把五个平台全部一次送完，是蛮拼的啊。但是因为现在的确能有多的收入，应该都会愿意吧。现在的人来说，一次五开跑单真的很罕见。但这名外送员澄清，没有月入50万啦，顶多10万块。但每天工作约16小时，月休8天，平均每天要跑60单。外送员拼接单，一趟接一趟，但一次五开跑单真的可行吗？如果你要身兼五个外送平台，说要10万，我觉得不太相信了。一定是专精一个平台，然后认真跑，投入时间，那我相信有可能，不管任何一个平台是有可能的。为了拼接单量，外送员一次五开跑单成为创举。三立新闻主播陈佑荣台北报。